多少年前我无奈地看你离去，多少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。岁月遮住眼，忘不掉你相映的缠绵，久久地呼唤你，公元1997年。1997年，我悄悄地走进你，为这空气和阳光与我们在一起，让蓝天和大地更新了主题。真的不让我陪你去啊？兄弟俩分开那么多年，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话跟我说。女人在不方便，而且已经有崔百全先去接应。崔百全在北京分公司也有点股份，他会安排一切的了。崔百全毕竟是外人呢。哎，让明浩陪你去也好。大哥好像有个儿子跟李明浩差不多年纪。哦，你这次去啊要穿得低调一点，越随便越好。你们虽然是兄弟，毕竟分开了几十年呢，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他以前做过什么事，还有他现在交的是些什么样的朋友，小心一点好。别这么说，我大哥。你没有看报纸吗？新闻上都说他们为了几百块钱都会杀人的，好像治安不太好啊。难道香港就从来没有杀人打劫的事情吗？我这一次是去北京，北京是首都，就是首善之都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你别把家里的事情都跟人家说。我可不是说大哥是坏人啊，我是怕左邻右舍不知道是什么人。都回归的人，你怎么还这么提防着大陆人呢？这两套衣服啊，我就给你换了。太好了。
林毅，林毅，记得啊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想了想，我们还是应该去机场接。不是说好了在家里等吗？这不大好，人家第一次来北京，咱们应该去机场。来，哎呀，那也不用这么早啊，10点的飞机，吃完中午饭以后才能到。哎，起不起来啊？穿衣裳，借个车。哪件？哎，随便。这件。你也没问清楚，二叔是干嘛的呀？我哪顾得上问呢？反正皇帝也好，要饭的也好，是你二叔，得尊敬，懂不懂？懂。起来，借车。老李，大清早的站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？等人呢？哈，穿得这么漂亮，还新皮鞋。去机场接个人。哦，哎，爸，上车。李毅呀，别玩悬的。哎，好嘞。您不会开？你不是你这个车太破了，你要不要洗一洗啊？这一大早能进来就不错了啊。坐好啊。开车留神。哎，好嘞。我怎么走啊？前公孙还是后公孙啊？前公孙吧，往前一直走。对了啊，先下来推下车，把车挪到边上来。哎，这破车，借这么辆车？哎，您在后边推一下。推，推，推。好嘞，好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啊？哎呀，你借了这么个破车？你放心吧。肯定能到机场。哎，还不行了。哎，没事，没错。光知道吧？啊，那个，这横幅带了吗？带了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快！哎，词儿都记好了吧？记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咱们说一遍啊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打开，打好啊。来，开始。荣归故里，骨肉团聚。好。哎呀，老板，嗯，对不起，人没接到，服务员问题。我说你，来不及了，你先走吧。行行啊。小朋友，宝贝儿，快快快，大钱到了，快！来了，哎，开始。荣归故里，骨肉团聚。荣归故里，骨肉团聚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哥。哦，上。哎。大河呢？哦，我们这边出了点误会，
咱们上车说吧，好吗？上车说吧。上车吧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那边，那边。跟香港吧就是不一样，它有雪，有雪就好看啊。哎呀，好一派北国风光啊。爸，我怕来不及了，二叔他们可能已经到了，要不咱回去吧。半途而废，还是有雪啊，好是好，可是呢路不好走，容易坏车。你看是吧，坏一辆。不知道会是这样，我一大早让小钱去接了。谁？这么着吧，大哥，您呢，先去宾馆休息，我亲自去接。啊，不去酒店，直接去大哥家。你消消气。老板。
里啊？你们怎么才回来呀？你看都这么晚了，你们香港的亲戚在这等半天了。胡同里停了一溜车。是啊，等你半天了。这是人呢？现在人呢？出去吃东西去了。就在胡同口小饭馆吃饭呢。走走，李毅，哎，老李呀、啊，哎，让你弟弟家来吧，别在那儿瞅着呀。老板，这红酒人烫。嗯，走，不等着。去吧，去吧。大哥，尝尝这个。好吃吗，二嘎？嗯，好吃。哥哥，你吃吗？嗯，哥哥不饿，吃吧。回来了。把新买的被子、褥子拿过来，二叔和明浩睡我那间屋。好，大哥，我已经在酒店订好了房间了。哎，家里有地儿啊，干嘛花那个冤枉钱？到了家了，怎么还外头住呢？二叔，你看，垫褥子、新被子还有电暖气，
我爸知道你们要来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二叔，住在家里吧，要不我爸他不踏实。没问题，一切随大哥心意。宵夜了，来来来，快帮忙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大哥，这些菜都是你自己做的？今儿啊，时间忙了点，不然我还能多弄几个菜。嗨，我爸是大荣烤鸭店的主厨，这几个菜对我爸来说那就是撒撒谁了。说什么呢？他听不懂。妈咪，妈咪，下次我们去这里玩吧。别闹了。喜欢吃吗？大哥，你也吃啊？嗯嗯。哎呀，时间紧了点，面多醒一会儿就好了。这是什么馅呢？茴香。啊，好吃，好吃。香港没茴香，他们这代孩子没吃过。咱们当年。别说吃饺子，就是窝头也吃不上。过去的事儿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在香港，我听爸爸讲过一些。嗯。哎，怎么没人接听啊？你爸爸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打电话回来的，会不会出事儿了？啊？不会吧？你又没去过大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妈，我去过大陆，我去北京考察过，很安全的。家里几口人呢？都还好吧？这是老大，读书还好，有了学位。哦。老二嘛，李明杰。李明杰，哪个杰？敏捷的捷。哦，敏捷的捷，敏捷捷。老三李明思。李明思。最小的是女孩。哎呦，小的时候就让他妈妈惯坏了，最让我头疼。大哥就只有李毅这么一个儿子啊。他母亲生他以后，没过几年就过世了。多少年来，我跟他一直是相依为命。哎，这回好了，我一下就多了两个兄弟，多了一个妹妹。哎，明浩，咱俩谁大？你是弟弟。这个你在香港干什么工作呢？我开电车。哦，开电车，开电车好，靠本事吃饭。那么你呢？你干什么呢？他大学已经毕业了，正在找工作。哦、香港找工作也不大容易。有事多跟你爸爸商量。二叔，听说这两年。香港的这个楼价和股票都涨疯了，您觉得这是不是泡沫经济啊？你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看法？香港的地少人多，股票和这种金融市场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，
而且它是亚洲的金融中心，但是它60%的投资啊都是依靠外资，所以我觉得它是存在这种经济泡沫性的危险的。好，他学经济的，净理论，那这全他的书。哦，经济学人才啊！你觉得回归后的香港会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有中国支撑的香港会更好的。将来有机会，二叔请你去香港看看吧。真的，二叔，别给你二叔添压力，以后吧，啊。弟弟啊，嗯，给你二叔垫着咱铺上了吧？不是当着您的面给铺好了吗？咱开工这么说了没有？那东西容易着火。哎，您就放心吧。两条棉被也够了，我怕你二叔到北方来，他们不习惯。哎。又是电暖气又是电褥子的，我还怕把他们给热坏了呢。何事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看看去。这大半夜的，你在吓着啥呀？早点睡吧，明天还得带他们去看爷爷奶奶呢。睡吧，睡吧。多少次在梦里梦见爹娘，多少次在梦里梦见大哥。我从小被抱去香港，没想过我10年可真的能见到大哥。爹爹，睡觉。哎，回家了。50年了，想想我弟弟还活着。爹妈坟上去祭拜，爸，这团聚是好事儿，你应该高高兴兴的才对。我觉得二叔可不像是开电车的，他坐着大奔来的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催班。他不会是黑社会吧？别胡说。
看他跟我的眼神一模一样，正派人，不会错。我觉得二叔跟李明浩像是有钱人，肯定不是劳动人民。真多，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然你一辈子都不会游泳。行了，哎，哎，擦擦，你出去吧。好的。哎。哟啊，你来你来，我们不着急。刚刚，谢谢。就坐这儿吧。谢谢。亮亮，把牙膏给哥哥用用。我妈给我买的水果口味的。啊。谢谢您，用吧。你就是他李叔香港来的大侄子吧？一看就知道。哟，啊，哎，你们俩看什么呀？待会儿迟到，你妈又得说你。快点，走，擦干净。哎，过马路时留神啊！妈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待会儿我挨个给他们送回家去。香港回来了，我们在电视里都看见了，英国降旗，咱们升国旗。看见驻港部队，那神气，我看着心里可高兴了，觉得特别自豪。你们那边怎么样啊？香港人民高兴吗？你们会唱国歌吗？国歌？啊，哦，你说啊，你慢用啊。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墓碑是我后来给爹娘立的。那个坟地具体的位置已经认不出了，但这个地方我知道，长城铁路
娘，弟弟李国凯从香港回来了，回家了。现在我们俩都站在这里，还有您的孙子李毅、李明浩都来了。娘，儿子不孝，从小被人抱走，流落海外，现在香港回归，我也找到大哥，咱们一家人又团聚。娘，您放心，今后我会领着弟弟好好的生活下去，正正经经的活着。国凯，父母不在，长兄为父。你在香港开电车，日子也不容易。我现在还行，在店里当主厨。这个你拿着。这儿的经理，徐经理，你好，也是李师傅的徒弟。李师傅在我们这烤鸭店已经工作了30年了。我们大荣这两个字就是李师傅的名字，国家特级酒家，李师傅是我们的活招牌。李师傅是我们这儿的行政总监，而且是行政大厨。李师傅现在的徒弟啊，已经全部是我们烤鸭店的骨干力量。来这边来，这是个大堂，来这边来吧，哎，这边是烤鸭子的地方啊，这个鸭子呢用薄木烤，这烤出来的就香了，这北京好的烤鸭。分两种，一种呢讲究脆而不腻，一种讲究呢酥而不腻。有什么分别呢？脆而不腻是牙齿的感觉，酥而不腻是舌头的感觉。哦，有学问。师傅，您请来的客人都到齐了。这个我有个朋友，香港的，他向香港弄得挺好，他认识好多人呢。知道咱们失散50年又团聚了，还忙着要给你接风。是吗？快请，快请，请，快请，哎，李毅，老李，李哥哥你好，苏东也来了，和13多年的弟弟重逢，你看你这气色都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哎，这是我弟弟李国凯，香港的。李老板你好，苏老板，咱们真有缘分呢。你们认识？在香港谁不知道荣凯集团的大名啊？李国凯就是荣凯集团的大老板，那高攀他的人可是数不胜数啊。苏老板真会开玩笑。爸，我早就说嘛，二叔不是开电车的。我正想今天晚上跟大哥说清楚，被苏老板你抢先了。哦，那赔罪，
赔罪赔罪。那大家请入席吧，好吧，来来来，请请请请。大哥，1999年，我深情地呼唤你，风和世界都在把你，在把你拥抱，让这百年的重逢不再分离。多少年前，我默默地面对风雨；多少年后，我急切地、急切地归故里。沧海边桑田，也拂去心灵的漂泊。一次次亲吻你，我的1999年。